我想大家都期待祥瑞，都喜爱祥瑞。此次我们所带来的祥瑞，融合了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例如作品的灵感来源为《山海经》，表演形式为中国民乐与舞蹈相结合等。同时，这些中国元素以先进前沿的视觉特效融为一体，这也是创作者们一次大胆的尝试与创新。